这里是主机舱，出海时即便是后半夜，我们也要轮流值守，以保证舰艇的动力供应。那我们在值守的时候主要检查什么呢？可以概括为四个字，就是摸闻听看。摸的话就是用手摸，感受柴油机的温度是否有异常；闻的话就是用鼻子闻是否有异味；听的话用耳朵听，听柴油机是否有异响；看的话用眼睛看，看是否有漏油漏水的现象。此次任务航程和航时对于我们团队来说是经历的最长的一次，而且此次任务我们这个柴油机基本上是全航时在运行，只要机器不停，我们人就不能停。我们此次任务代表的是中国，我们要对得起我们这个肩膀上的这个五星红旗，所以此次的任务对于我们来说，不仅要保证万无一失，而是要保证万万万万万无一失。